今天是2008年5月7日，也是我们来中国骑车的第13天，开始在想台湾的一切，尤其是三顿老师在外，虽然中国的早顿跟我们台湾的口味差不多少，但是总是会担心不知道有卫生吗，那油到底是什么油，食材敢有清气，水敢有清气，碗碟敢洗有清气，对一个出外旅行的人来说，这就是冒险，有冒险就有故事，有冒险就有风险，有冒险就会比较较无平凡，有冒险就会比别人更加多的生活经验。有人面对冒险的态度是千万唔通，你著安分守己过一生就好啊！你哪搞怪哈？自以为是，做代志遐冲动，你拢唔惊危险哟？你好大胆，拢唔惊拄到土匪哟？面对冒险，大部分的人拢是以上的反应，少数的人才会讲：你的想法袂歹哦，你的计划袂歹哦，讲来听看卖，我支持你，我赞成。这间是中国人寿公司吗？还是店面？还是服务处？还是客户的服务中心？因为即马才6、7点尔，还未开始上班，就想要看卖伊内面生做啥款。中国人寿是中国上大的保险公司，也是国家的事业。我捌在上海上野外的所在看过伊的广告，海报的内容是姚明提一个篮球投向篮筐，姿势真水，下骹写一排字，要投都爱投上好的，真经是厉害。专治流血流白，这个广告一直缀着我，怎么甩都甩不掉。这款偏方在中国经营真多，只要有病，伊就喷给你看，随时在甲你提醒，唔通袂记得我。关爱女儿成长，就是关注民族的未来。一胎化的政策变成大家拢想要生查甫的，我唔敢去想，万一若生着查某的，唔知咩处理。30公里啊，找一间店啊来休困一下。这对假茶啊，面膜啊拢袂好笑的，应该是同公司出品的，目睭真有个性。姐姐是小四，弟弟是小三，即马是五一长假，所以放假来帮妈妈倒顾店。弟弟唔惊生分，甲翕相阁袂歹势。囡仔若台风都有人缘。在中国卖这款烟花爆竹，就是咱讲的放炮啊，是要有许可证才会使卖。这看起来就是足真卡的干妈店，内面的橱啊，摆设真自在。拄好有人来买物件，姐姐就是姐姐，有责任感，随去斗三工，招呼的口舌甲讲话，这阿伯嘛是生理囝。人客走了后，爸爸对阮两个足好奇的，就开始好奇，一直问，一直问，先问阮两个，问完了后开始问台湾，问政治，问贪污，一直问，一直问，正经是好奇宝宝，唔是，是好奇爸爸。不过有一个优点，就是纯粹想要知影尔，无像一寡无水准的会落判断，也是用比较的，讲阮比你较好，这点我就较佩服。凡说伊是调查局的，是我戆戆，让好奇爸爸拖一个伤久，爱紧赶路啊！这个漂皮的大兄。戴墨镜穿西装，牵大牛坐大鸡，三个字酷毙了，怣怣分不清楚，这到底是骡子还是驴子还是马子，傻傻分不清楚。又果是收费站田堰站，当然是通价免收。田堰村小小啊，敢若11平方公里尔，这个所在嘛敢若真厉害呢，世界第一非金属矿区，上天推欢迎你。我看到是头前迄个长镜，中道长坐喺路边，靠了一罐配半点钟的休困。用餐结束，继续赶路。今仔日爱骑到信阳，阁有37公里，日头愈来愈大，阁看到背景，足想要烫巴提骑车，精神飙起过来啊！省脑的时间，囝少会好个啊，囝多毋是福，占用土地考试，依法用地公营，按分按约铺平致富路，孝心由心开出幸福花，遵守土地管理法，是公民的公营义务。相公女主不如男，女主人顶半平天，保护经济，人人有一刀栽树，小心。既利国又利家，科学规划合理用地，硬要反吼真忝。恁认为这台安尼敢有超重超载？头先迄台有经过遮呢，暗在装潲的。中国石化加油站看起来较破，南北向的高速公路会使到北京、香港、澳门，那会使，因应该会想要阁写一字台吧，叫做京港澳台。今仔日的目的地信阳高路，精神标志阁出来哦。信阳工业城欢迎你，坚持工业兴市，建设美丽信阳。注意看哦，这两支牌啊，敢有差2公里甲4公里，佩服佩服，赢钱村。
这可能拢有钱人哦。哦，头前这个家，正经是咧考验你的意志。金沙角就是咧缅甸、辽国甲泰国交界的所在，连这嘛有，唔知道有毒品无？找到这间华中宾馆，标准金118块，成交。虽然房间有较细间，我紧小钱一个好啊。身躯洗完，出来信阳市老老的，小小的信阳市，真个土地无大，敢若台湾的一半尔，人口是台湾的三分之一，800几万尔。总算会使坐到这款三轮的 TR 车，头家，甲阮载去上热闹的夜市啊！虽然不比大城市，但是嘛是足好去的，坐还袂少就到啊，算开都免甲1公里讲，安尼收4块，我看等下用行的好啊。先来一碗酒酿汤圆，炒了炒了，头家我要炒一个硬菜炒肉丝，搁一个炒饭，要香哦。这当阵卫生放一边，气氛上重要。头家有秘鲁无？感谢收看，我是阿宏。